媳妇儿啊，你咋在这儿干活了？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干吧。那个，我出去了啊。等会儿，你咋又出去干什么？昨天你就出去一天了，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，你咋才回来？你咋又出去啊？哎呀，这不是老同学吗？你打电话分就我去那个打麻将去，我不去也不好，是不是啊？你真是哈，这都穿梗了，家里这么多活呢，你也不干，是那同学重要还是家里重要？媳妇儿，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就不爱听了，那肯定是你高高在上的你重要，家庭重要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呢，老同学也同样挺重要的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去了啊。哎，这个兔崽子跑得倒挺快，简直无法无天了。老公啊，你哪么还不回来呢？这都好六点了。媳妇儿，我今天的手气啊爆棚了，现在赢钱呢。啊，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。什么？我同意了没有你就不回来？我不管哈，八点之前必须给我回来。喂，奶奶的，该挂我电话。好你个刘浩东，你爱拿地拿地去吧，我不管你了。刘浩东，刘浩东，这个婊子在这天晚上怎么回来？好啊，刘浩东，你给我等着。早事啊，我没事，我就贴副对联。你这个对联还真有意思啊，哈！不愧是镇城的大才女啊。行，那你忙吧。啊，好嘞。你说我这个虚是真钱啊？最开始我赢了八百，到后来我又输了三千。哎呀，这一晚上没捞着睡觉哈，肯定是迷糊了。那事儿提俺媳妇儿的就好了，适可而止。回家睡觉去。这谁在俺家门口贴了副对联啊？啊！一定是俺媳妇儿贴的，哎呀，去处数字一和二，还有十五六十九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还有个横撇啊，直送三八。哎呦我的妈们嘞！哎呦，李浩东回来了。媳妇儿，不打麻将了。不打了，我这也不打了。我经过昨天晚上的一夜未归，我非常的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打麻将、打扑克斗地主，回家庭毁媳妇儿，也把自己也毁了。所以，我发誓，从今天啊，不是拿错谁了？所以。所以我发誓从今所以我发誓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打麻将
这大不大风格了，我遇过这大我就是狗。说过了，我是猪。你也说过了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放心吧，我以后啊一定不会大大叫了，紧张我要好好干活，挣钱种地，好好拼呀。哎，我早上还没吃饭，能不能给我整点面条吃啊？啥没吃饭嘞？那要不我给你煮吧？还不给你呢。对了，媳妇儿，你买块舍了那底料真的太有才了，幸亏我聪明，我明白什么意思，要一般人他都不知道那什么意思。那我煮饭去了。怂样，我真是不了解你。我舍的那底料可是非常富于内涵的。